S 的话，应该会看过这些表情，再下一个。我应该有用过这些表情吧？有。然后这个之前，我去大陆的时候，也有人用这个表情贴给我，我就想说，奇怪，就是我做的。好，下一个。想要跟女朋友亲一下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传送这个表情给她，你救命！我下一个。好，我感谢这个画画，我。 学会一种图像语言，我们说这个姿势是什么？站。对，这是一种肢体语言。然后说这样子是什么？No， 对。然后感谢画画，画画让我不用学英文，也不用学什么日文，然后也不用做什么肢体动作，我只要传一个表情给你啊，我在尖笑你之类的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所以感谢画画，让我学会一种那个图像的语言。好，有一天呢，我儿子就叫我要去那个。 他就说：“爸爸陪我去厨房。”我就说：“为什么要陪你去厨房？”他说：“厨房暗暗有魔鬼，爸爸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啊，再怎样的魔鬼都没有你妈可怕的啦，没有怕了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我就说，他说，爸爸，你去了很远的地方。”我们老婆在那后面念，我说。 不要乱讲话，对，不要乱叫小孩子。好，我想了一下，用魔鬼形容你妈不带下蛋，你妈都等级应该是撒旦。我又去更远的地方。<笑><笑>然后呢，我感谢这个画画，画画可以记录我的生活。你看我跟我儿子讲过什么白痴的话，我都记得，然后也被我老婆念过之类的。所以我感谢画画，画画可以记录我的生活，我也常常用画画记录我的生活。 啊，这是我在家里的样子，我在家里都被我儿子跟我女儿踩来踩去，这张图看起来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可是画画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，来看，用很可爱的画风画起来，好像就没那么痛苦了，好像我很开心。但其实还是很蛮痛苦的。这是我画的有一只叫四只猫，然后有一次啊，有一间蛋糕店的老板他就跟我说，老板，那个，不，他说毛先生，你那个画是蛮可爱的，可不可以借我？ 做成那个蛋糕上面的图案，然后想说，那我通常做的蛋糕上面的图案就只有米老鼠啊、巧虎啊那种很知名的图像，我的竟然能够做成蛋糕的图像，真是太棒了！老板，拜托你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吧。我就出了一个这样的图给他。好，下一个。那老板就这样。我说，老板，你这几原创啊，你这你要授权啊。 画得比我还可爱，对不对？<笑>如果你们看到这种蛋糕，一定要支持他，拜托，他是原创，对吧？<笑>好，后来我就因为靠了那个 MSN 还有那个部落格有一些人气，400万的人气，然后那个出版商就找我出了一本书。然后我就感谢这个画画，画画让我的这个东西创作变成商品，然后能够被贩卖，像这个东西也都是画画做成商品，我觉得真的蛮感谢画画的。 然后这边再讲一下，当你出了一本书，大家都想要当作者，出了一本书，到底能赚多少钱？大部分台湾人都拿到的版税是6%至12%，然后在台湾呢，你只要卖3000本书，出版商就会顶着大拇指对你说，你是畅销作家了，你跟虞美人，还有那些销售很好的畅销作家是一样哦。在台湾卖3000本，你就是畅销作家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你。 不要是小咖，你拿8%好了，你卖了3000本，你畅销作家，然后你拿了1本卖2500，你可以拿到6万块，一本书赚了6万块，好像也不错嘛。可是我们来想一下，一本书要花多久时间做完？最少要3个月吧，很少人能够1个月做完的。对，然后想想3个月拿6万块，为什么不去这份打工？赚的钱要比那个少，对不对？ 我想这样不行啊，明明是畅销作家呢，还有1个月只有2万块，然后我就去摆那个创意啊，对，我就去摆那个创意市集了，然后那时候我的书卖了5000本哦，比畅销作家还多，然后部落格的人气有400多万，你们应该知道那400多万其实是很难到达，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人气跟书卖了5000多本，那时候创造的利润有100多万，然后书卖。 就是100多万嘛，然后你觉得这样子去摆摊，你觉得摆一天能赚多少钱？你觉得？能赚多少钱？1本250。
对对对，你第一天去摆摊赚多少钱？便当多少？3000。第一天只有赚250，而且是一个 gay 跑来跟我买，他看到那个 logo 啊，大老远就跑来，啊，郑东某，郑东某，郑东某，我要签名，我郑东某去厕所了，我不是不喜欢 gay， 是对他太热情，我怕他这样，就跟他说我是工读生，然后觉得一天赚250，这样子也不行啊。我就做了一支 close 奖，关门了。对对对，专门关门。好 ，close 奖的由来其实是之前我常常接一份专案，然后他半夜2点还打电话来要我改东西，我非常的不愉快，决定要做一支 close 奖，把他们全部都关掉，我才可以下班。然后所以我就画了一张这样的漫画，现在等生日的时候会讲公仔，然后去买一支送我。我就说正常版都卖光，我买特别版的给你。那真的吗？特别版是什么东西？那就是你的老板，对，不能主动先，先让人家帮忙，让女朋友肿起来了，对。然后后来我去卖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说他是口头讲，专门在关门，所以你买回家就会关门。谁要买一个很碎的东西回家关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从那个创意自己看到人家的表情不喜欢这个商品，我就换了一个说法，大家好，我是康想，正祝大家有看到我在大家知道便利商店打工啊。然后老板就跟他说：“你工作就是负责关门，只要关好门就可以下班了。”然后客人说：“好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好关门的动作的。”啊，可是上班第一天才下班24小时，还不关门，对，这根本不能下班啊，都超闷的。对，从此以后，人家就觉得这故事超白痴。对，大家也希望那个 close 那个 seven 之后能够关门，他特别下班，然后就做了，就他的做商品变成超卖的。对，我感谢这个画画让我跌倒，然后也思考要怎么样改变我的商品跟我的模式，然后让他成长这样子。哎，这个是米奇曼，哎，好，再下一个好了。哎，他的贴纸大家应该有看过吧？有时在我们的机车都常常可以看到，它是我目前最好的那个，不要说机友好了，确实，对，这是他5年前啊就可以不用打草稿，就在一本那个笔记本上面，啪啪啪就画出这样子的东西，完全没打草稿。然后他5年前就跟我说，他想要去日本跟一群那个二专生一起学嘛，然后我想说你去当老师也差不多吧，去那边学干嘛？他就跟我说。他其实没有学过什么漫画的基础，他觉得从基础开始打起，然后也不错。那所以有句话叫学到老活，活到老学到老，真的就在他身上让我看到的。一般我们人会觉得有些东西我就会了，我干嘛去学？可是这家伙就非常厉害。对，下一张，我这个跳过好了。然后这是之前在台中青美有一个鸟屋的那个展览嘛。然后他就希望那个树上挂了100个那个鸟屋，然后由我们这些插画师去画那些鸟屋。我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，想说又没有钱啊，随便画啦。然后我就问米奇麦说：“明天就要交稿，你画好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还没。”然后隔一天他就画这样子。他那个考试前都说你没念书，就隔天就考100分，怎么样？对啊，你搞到骗了。我想说，不能输他，我现在也要搞一个样子，我就赶快说，我等一下再教，然后隔天就变这样子，他快把我超时了，就是，所以说呢，这个之前教练有说一句话，就是圈子对了，人生就对了。当你的生命中有像米奇曼这种朋友啊，你怎么能够不超自己变成这样子，然后你才可以说是朋友嘛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觉得圈子对了，人生就对了。好，下一个，我觉得那个感谢画画，画画真的让我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因为如果我没画画，我总不能跑过去跟米奇曼说：“米奇曼，我想跟你做朋友。”对。但是因为我们两个都画画，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。然后那个，这个是一个香港女生，她也是到我摊位来，就说：“问我要不要去香港摆摊。”我就说：“跑去一起摆摊的。”对，然后现场，这是我在香港卖的东西，有一个那个死亡笔记本里面有 L 嘛，然后吃太多又不动脑，就变成 S L 了。
真的还是卖得不错。然后我感谢画画，我那时候去香港的时候花了一块两万块的，就是吃吃喝有的没的。可是那个画画让我去旅行，然后还不用那个花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左边那个是萧清扬，他是做那个 CD 封面，然后入围四次格莱美，那是他之前做的。然后感谢这个画画，有一次因为画画的关系，我就跟萧大哥在那个日月潭那边喝啤酒，然后就问萧大哥说：“哎，萧大哥怎么样？特别像你这样子，常常入围格莱美啊？”他就跟我说：“玩玩而已嘛。”我觉得他讲的玩玩而已，绝对不是因为他很厉害，所以玩玩就这样成绩。所以他把东西都变得很好玩，那个东西不再，那个 CD 封面不再只是 CD 封面而已，而是里面有故事，有好玩的成分。所以我觉得他讲的玩玩而已是一个很艰深的道理。我感谢这个画。那我之前有画那个比赞图，就是左手用按耳朵，然后像比赞这个月亮。然后呢，我就画了很多，把朋友都变。你看萧大哥也来跟我做一样的比赞图，我觉得哇，超酷的，还好我有画画。对，好，这个是我儿子。首先呢，不要怀疑那个他跟我有没有血缘关系，因为我自己也怀疑啊。完全是哎，然后那个我儿子超贴心的，他都会帮我洗澡，然后说服务满意吗？然后那个水温可以吗？还有哪里需要加强的吗？对，然后更贴心到呢，有一次他去上厕所，可是他才小儿子嘛，那个小便池太高了，没办法尿尿，我就帮他扶他的尿尿，让他尿。对，尿完以后说：“哎，你先去洗手，帮我把鼻来尿尿。”他就在我后面，我说你要干嘛？我也要帮你扶鸟鸟。我不是大象，你不用扶。哎，这个叫爸爸。啊，所以我感谢这个画画，画画让我记录我跟儿子之间白痴的生活。然后哪一天，也许我隔天就这样拜拜了，可是他一定会记得他爸爸曾经帮他扶过鸟鸟，然后跟他之间的故事有多有趣。然后这个是我爸。如果说我对我儿子的爱呢，不要说100分好了，80分好了。我觉得我爸对我呢，就是超糟糕的负80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小我有记忆啊，就是他都在外面，回到家就是喝酒，也没陪我做过功课，没在我功课上没关心过。我就对他一直不能谅解，但是总不能跟他说啊，你知道我很讨厌你吗？一定会被他揍。对，所以我就画了用画画了一些东西，然后给他。
直到现在呢，我爸呢，直到现在，还打针。直到现在呢，我爸仍然是我最讨厌的老爸。可是呢，我多了一点点谅解。然后呢，我把这边给我爸以后呢，我爸也多了很多关心给我。他现在，逢年过节就会打电话给我，所以我感谢这个画画，画画让我可以跟我爸做这样子内心的对话。就来讲一下这个画画给我的第十个宝物，这个梦想。你们想过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想一下我的梦想，梦想是保护宇宙和平，促进世界大同，创造人类进行真生命。有这么伟大吗？应该没有吧。这个是把妹的意思吗？应该是只要能够画画，也是，只要能够画画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很开心吧。应该是只要能够画。